通过这一平台，可输入捐赠人姓名或机构名称，查询去年1月11日以来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。而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或地方红十字会的捐款情况，因尚未实现全国联网，暂时还无法通过该平台查询。同时，捐赠信息发布平台首次发布青海玉树地震捐款的收支使用情况，捐款50万元以上的单位和10万元以上的个人可通过这一平台获知对应的援建项目情况。此外，在捐赠信息发布平台的首页，红十字会总会设立了财务收支审计报告和捐赠信息发布两个栏目。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捐赠信息发布平台还处于测试阶段，红十字会总会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，对捐赠信息发布系统进行修改和完善，逐渐丰富发布内容。